我靠！你结果推了。你不是要推吗？我还没考虑好呢。没事，绝对给你弄得不一样的感觉，行不行？你听我的吧，弄完之后看效果吧。啊，那行吧。好吧，嗯。说出你的想法。我弄一个丑一点的发型吧。还有这种要求？哎呀，身边女孩太多了，那个很难倒。帅气的光头来一个吧。可以，试一下。那万一搞得太帅怎么办？啊，帅了那我就不给钱了。绝对不可能。夏天了，清爽一点的，好不好？就是反正肯定也不会太丑，因为像你的颜值的话本身就偏高一点，我尽量你再来搞丑，好吧？好，可以，交给我了。Nice。